第33题，请问出口甲乙的配对何者正确？我们是高炉炼铁，当然会炼出铁水。而我们加入灰石的目的是受热分解之后的氧化钙会跟泥沙作用产生偏细酸钙熔渣，而熔渣呢会浮在铁水上面，功用有一个就叫做防止铁水再度氧化。所以呢，我们的甲的出口在上面，所以它应该是出的是熔渣，而出口乙呢是在下面，它应该出的是铁水，这样子才会是所谓的熔渣浮在铁水上面。所以33题问我们说，请问出口甲乙的配对何者正确？我们答案选的是 B，甲熔渣，乙铁水。